车夫要去拿撒勒，可我们得继续往北走，要走好几天呢。要是能搭上顺风车就好了。是扫罗！逼迫我，像是打雷的声音。你用脚去踢刺，受伤的是你自己。主啊，你是谁？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你起来站着，我特意向你显现，要派你做执事，做见证，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。超级妙妙书。